华多多呢现在是变颜色了，臭宝你知道吗？华多多这款肥料呢是一个以色列集团研发出来针对于园艺种植的一款肥料，水溶肥，整包的呢是15公斤的，之前的时候是11.34公斤，后来由于大陆销量比较多呢就改包装了，改成15公斤的。这个变颜色呢是内部他们内部说是什么呢，为了环保，其实呢我个人就觉得就是为了省点钱吧，应该是。然后呢，花多多呢经过了3次的一个涨价，现在呢价格呢也就差不多250克的这样的15块钱了。之前为什么有颜色？之前有颜色呢，是为了方便大家用肉眼去看到这个肥料的一个浓度，它会加入这个染色剂，可能是染色剂，咱不知道具体是啥。人家内部就给了一个消息，就是为了环保。反正就我个人觉得呢，可能就是为了增加一下肥料的一个含量吧，等等一系列因素吧。这个花我们简单的一盖它就行了，就以后呢就是这种，偏黄色的了，有点白，偏黄色的了。最早的时候这个型号呢是出现在23号上面。23号之前的时候是那种有点偏褐紫色的，后来呢就是也是成这种颜色了。以后花多多全系列这种颜色了，臭宝，这个不是说售假不售假的事，好吧？然后呢，有的话说老花一花多多太贵了，有没有替代品？咱们家现在也慢慢的正在找替代品，好吧？简单一盖它就行了。好了，花多多的一个事分享给了大家，就不客气，点个赞，拜了。嗨，嘿嘿嘿嘿。